爱好篮球运动的好朋友，大家共同让我台中太阳队成立台中为主场，非常非常的感谢台中市政府，就是大家的家，就是大家的后盾，我们一定好把我们的力量跟球队的力量结合在一起。这个组建的过程其实是蛮艰辛的，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，当然很荣幸可以在这个城市，那么酷的城市，那么阳光的城市，然后我们可以推展这个酷运动，努力让我们台中太阳队发光发热，台中太阳总冠军。